其实中国的可以说东方美学吧，它是美在深情的，嗯。就觉得他们一见钟情、一眼万年的这种感觉，其实挺珍贵的吧。最打动我的地方，其实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山高水长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艰难险阻，两位主人公，不管是用眼神也好，还是怎么样的行动也好，真正发自内心的去敢于去表达和传递这种自己所追求的爱，表达自己内心最真诚、最真善美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样的东方美，其实映射的是一种我们内心所追求的美。